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霍守业一级上将霍董事长上台为我们颁奖。我们进行情报英雄颁奖典礼，有请情报英雄刘小华女士上台授奖。刘女士身先士卒，勇敢果决，不惧敌人威胁，用青春与生命换来今日国家的安定与发展。没有您的付出，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国。感谢您，刘女士。接着颁发欢迎旗。好，谢谢我们刘小华女士。接下来我们有请情报英雄曹美兰女士上台授奖。曹女士舍身忘死，鞠躬尽瘁，深入敌人阵地获取宝贵情资，拯救无数官兵及百姓生命，光武部队以你为荣。谢谢您，简女曹女士。有请情报英雄张世英女士上台授奖。张女士冲锋陷阵，无畏生死，忘却自我安全及生命危险，满腔热血只为国家民族能永续发展，富强康乐。谢谢您，张女士。情报英雄唐春莲女士上台授奖。唐女士深入敌后，胆识过人，以国家兴亡为己任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谢谢您，您辛苦了。接下来我们有请刘金莹女士上台授奖。刘女士从容不迫，年少参军，不求名利，不求富贵，只愿以青春年华换取百姓人民安和乐利。谢谢您，刘女士。谢谢我们的霍董事长。以上五位情报英雄颁奖完毕，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舞蹈会前。